长达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出席大会的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他们肩负着全国120万党员的重托，充满信心地走进这个庄严的会场。这次代表大会一开就是50天，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另外，早在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做出了解散的决定，因此七大是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和指挥的大会。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会场简朴而庄重，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主席台上斜立着6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 V 字形的底座上插着24面红旗，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24年，即将赢得伟大的胜利。会场的后墙是“同心同德”4个大字，两侧也各有一条标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在主席台的顶端，是12个红色大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928年的六大，到七大，中间间隔17、18年。但经历了10年的内战和抗日战争、武装斗争，以及统一战线和白区工作的考验，通过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反复的比较，认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实现了我们党从认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次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壮大了人民的力量，涌现出一大批久经考验而年富力强的善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骨干，这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挫败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解放全国人民、建创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啊，七大了才能够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再次失足。七大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代表大会，七大充分发扬了民主，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的团结，极大的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次大会开的时间比较长，有50天，一共举行了22次全体会议和多次的国代表团的小组会。这次大会的主要报告有3个，
就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在大会上做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另外还有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近30位代表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即使在今天听来，仍使人深受鼓舞。不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并没有像以前和以后的代表大会那样在会上宣读，而是印发给了大家。大会第二天，毛泽东还做了另一个报告，即口头政治报告。这本书中共收集了他在会上的6次讲话。阅读这些经整理后发表的记录稿，你能感受到毛泽东那洋洋洒洒、旁征博引、诙谐幽默、不拘一格的清新文风。当然，更重要的是他那充满智慧、深刻而又新鲜的思想。七大原本没有安排那么多次会议，也没有准备那么多发言。由于代表们要求强烈，大会主席团做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代表们几乎都在不同的会议上发了言，一些因病未出席会议的代表还写了书面意见，真是畅所欲言。发言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广泛，政治、军事、思想、民族、根据地工作、城市工作、白区工作，甚至还有机要通讯工作，可谓包罗万象。发言民主，选举也民主。在选举中坚持了3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既要承认山头和照顾山头，又要缩小和消灭山头，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三，不要求每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先是小组提名，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正式提名，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文化名单首先实行预选的以后呢，那个名单呢选出来以后呢，好多人中央原来像报告当中央委员的那个名单啊，原来那个名单啊，好多路线嘛，毛主席很明白的，他就来找文田同志，就是确实这些人预选名单都没有欣赏，再留真实选举名单，这些你留不留上，研究这个问题，大家研究的结果呢，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以后，大家确实还是留上，留上信不信由他自由嘛。不基本投票了，还有一些同志过去执行较少的军人路线的，比较做一点的，那些人家有意见的，因为跟他们做的一些工作，所以这些人的工作在那个争议会议后都是改正了，而且尽力的很多功劳。
应该协商，应该协商。但是这是民意，信不信你们的自由，希望你们协商。做了工作以后呢，真是现实给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成功，大家温暖的也是比较充分。在新选出的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引人注目的是还有王明。经毛泽东等人多次做工作，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建国后，王明还担任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并进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1956年，他去苏联治病，从此客居他乡，再未回来。后来还参加了反华大合唱。1974年3月末的一天，王明在莫斯科病逝。这次大会后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我们现在常说的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这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形成和充实了。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在我党历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战斗集体。毛泽东讲七大开得很好，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第二是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是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关于七大决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是这样写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讲过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人民，去迎接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斗争和空前伟大的胜利。果然，七大后不到三个月，中国人民就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毛泽东的认识中，中国的独立解放是和中国的工农业近代化紧紧连在一起的。要达到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得到了全党的共识。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1月，周恩来也对马歇尔说过一段很清醒的话：作为共产党人，我们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饱尝战乱之苦和做出大牺牲的人民，多么希望休养生息，过一过和平安宁的日子。但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的时候，中国的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乌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等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把枪口对准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中国共产党。明明是准备内战，却要装出一副和谈的样子。抗战胜利没多久，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明明知道蒋介石包藏什么样的祸心，毛泽东一身正气，慨然赴余。蒋介石措手不及，举国上下却为中共的举动大加赞赏。不管国民党是假和谈还是真备战，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愿望却是真诚的。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中共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国民党做出了很大让步。历时43天的国共重庆谈判，终于产生了一个有利于实现和平建国的会谈纪要。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发展生产的努力很快就付之东流。会谈纪要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全面内战。在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做出另外的选择。我说是天真地沉啊，大战一触即发之势，天真的这个两个最高级的统帅部都有个战争的时间表。那个是蒋介石到深圳了3个月消灭共产党，但是当时我们毛泽东主席军民的营啊，5年甚至更多点的时间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么战争是这个进程呢，是这样，在战争还有大战开始以后，我们首先呢分解了全面进攻，以后呢是重点进攻，接着是刘震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然后啊战略反攻的序幕，以后是陈歇、陈修两路大军，趁一桌之势啊突入征南，一个接近呢实行了战略决战，先进行了辽沈以后的淮海平津，把国民党的据点消灭殆尽，以后就是对外形势主长征，倒回了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接着就是战略狙击啊，解放了全中国。今天的人们可以从这些影片中了解到中国人民是怎样经过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才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的，也从这一胜利中直接领略到毛泽东无以伦比的军事才能和统帅全局的智谋胆略，以及为建立新中国功勋卓著、青史流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大智大勇、精彩绝伦的指挥艺术。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正义的战争推动历史前进，非正义的战争把历史推向沉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人民，以革命战争打败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国民党蒋介石，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全中国。在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7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当时呢，我们听着共产党认为毛主席讲的很正确，他讲的形式是，就是说，原来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农村，由农村转向城市，转向城市以后呢，主要事情就是搞生产、搞经济、搞经济。这个其他工作都要为经济工作，从事经济工作，服务经济工作。他特别谈到了糖衣炮弹问题，说这个我们同志呢，战场上炮火连天啊，我们可以打胜仗，不怕敌人，能战胜敌人，压倒敌人，但是呢。这个糖衣炮弹呢，很可能，这个一些同志，不觉悟哈，就是说觉悟不够啊，受到糖衣炮弹的袭击，就糖衣裹着的炮弹，这么说的，这段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现在也很值得我们大家这个全党同志学习。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这里登上了去北京的车子。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是去寻找一条旧中国的道路。31年后，他又要去北京，这次是去建设一个新中国。人们都记得他临行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那段著名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当成千上万站起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汇聚到紫禁城这个古老而著名的广场上的时候，他们的眼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那是告别旧世界的泪，那是迎接新中国的泪。按照国际惯例，庆典中最高的礼仪是鸣礼炮21响，而在这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请仔细听：1、2、3、4，礼炮响了28响。屈指算来，此时距中国共产党一大，正好28年。